Hello，各位旅行者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鱼豆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到期人物的特殊料理吧。丰源万叶，与其请好，菜谱干烧香鱼，食材鱼肉盐，不愧是万叶，连食物的名字起的都这么有诗意。神里灵华，红炉一点雪，菜谱飞鹰饼，食材稻米糖，飞鹰绣球，仿佛是一件娇小可爱的精致艺术品，就好似白鹿公主一般。早柚头晕回避术改，菜谱饭团，食材鱼肉海草稻米。话说这就是早柚能够吃一顿就睡上一整天的方法吗？萧公夏季鱿鱼，菜谱三彩团子，食材牛奶金鱼草，飞鹰绣球稻米。这个金鱼和萧公一样可爱呢。九条沙罗，永恒的信仰，菜谱鸟蛋烧，食材鸟蛋糖。哎，这上面的印记果然是将军大人最坚定的追随者呀。珊瑚宫新海，奇策，菜谱鸟蛋寿司，食材鸟蛋稻米，蛋皮包成锦囊之形，末端鱼尾小巧又可爱，真的好想知道这里面藏了些什么呀。托马暖意，菜谱味增汤，食材豆腐海草。不愧是神里家的家政官啊，用这么朴素的食材都能做出如此的美味。雷电将军，你不要让我做饭了，我什么都能办到，但是真的不会做饭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到期人物的特殊料理啦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